梁山伯与祝英台啊，哎，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。不错，过去也叫三世缘。是了啊，三世缘呢，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，哦，第二个呢就是梁祝，哦，第三个是玉堂春，啊，这三个有关系。哎，三世缘嘛，君那么说，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？这叫三世姻缘呐，民间传说。哦，啊，京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啊，没有这段子。哎，这是用历史题材、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。哦，是了，是吧？您看这京戏演这个。叫英台抗婚，不错啊。对，程砚秋同志改的，是这个戏演得好，不错。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，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，可不是吗？是吧？哎，现在继承传统，是啊，大力的挖掘，哎，为了推陈出新，是吧？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，对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，是啊。首先说没有印厂的了。哦，印厂的没有了。没有了啊，不合理吗？怎么？你要过去演戏，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，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啊。是啊，喝水的这还挡着呢。哎，这就是啊，怕人看见呢。你说他挡什么呢？挡什么？也就挡那小茶壶。哦，挡上那茶壶。反正咱们挡，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。嗯，那可不是吗？挡着那茶壶，挡着嘴。哎，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，挡不住，是吧？哎，过去就这样，是吗？可是啊，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，哎，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。哦，因为外国没有印厂这一说。啊、哦，人家没有这印厂。没有啊，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。哦，这唱完了一段，来点水啊，没听说过。对，来点水也唱出来了，就说是。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厂的，他一定要问一问。哦，那旁边有翻译，他一定问问。喂，这个是什么戏？嗯，这是武家坡。哦，这是王宝钏。王宝钏什么意思？嗯，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，老没回来，自己在家里没饭吃，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。嗯，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？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。翻译为难了。啊，怎么翻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？哎，翻译在胡诌。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？啊，是谁呀？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。嗨，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？就说是吧。嗯，现在没有了。没有了是吧？嗯，剪厂也没有了。哦，剪厂也没有了。哎，那剪厂也不合理啊。哦，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。是啊，舞台上不干净。哦，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。起哄啊，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，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。哎，那个、跪下。嗯，对，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。哎，来回扔这个垫子。嗯，对，要不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。是啊，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，这儿拖着盘，这、嗯、这手拿着印，这还要带着椅子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？没法拿了。嗯，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。好嘛，嗯，你说这好看吗？这个是倒是不美观，也不好看。嗯，不美观。嗯，还耽误事呢。怎么会耽误事呢？有一次我听杨平官啊，那曹操不要上山吗？啊，是啊，在山上，嗯，换那个令旗，哎，指挥全军作战呢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就因为有剪厂的，嗯，那曹操上去了，嗯，又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啊，且桌上掉下来，摔一大屁股墩儿，怎么会掉下来了呢？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啊，这曹操不好演，是啊，啊，这是重要的角色，就是阳平关的曹操啊，啊，上山那点走，是念那个大引子，哎，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，是啊，非常傲慢、奸诈，对。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，嗯，那就介绍那个人物。哦，大引子那词儿，只手独擎天。嗯，曹操自己说的。啊，只手独擎天，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。呵，啊，嗯，多大劲头，多大的权力。哎，权力不小啊。齐寻早已见。嗯，我是有功劳的人。哦，
虚名符汉室，嗯，实事未将迁。呵，这他这大银子词儿，曹操要篡位了吗？对，是吧？嗯，你看出来那个派头，啊啊，那意思。曹丞相啊，你看这个架子，嗯啊，吃不吃的老得端着啊，就这样，念这引子好听啊，怎么念？直朝都秦天，齐也雄，欲造。是为将前，蹦蹦，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。哎，您等等，啊的，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？那哦，这调啊。啊，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。嗨，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？这点多大派头啊！上山那点也好啊。啊，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。是啊，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。哦，就是一样，一上桌子掉下来了。这怎么会掉下来呢？他不赖这曹操啊，嗯，赖这剪场的。剪场子怎么了？在台上干着活呢。嗯，他饿了。啊，回头告诉那管香的，嘿，谁出去？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。哦，带一毛钱烤白薯。啊，要是吃。他这台上干活啊。啊，是啊。这阵儿呢，白薯买来了。啊。买来你怎么叫他呀？嘿，下来还得拿白薯来，那不行。那怎么着？就给他搁桌上了。啊，搁桌上了。那位就走了。哦。他不知道啊。嗯。曹操要上桌子了，把桌子就搬过来了。你。烤白薯在那儿搁着，他也没看出来。你瞧，他也拉乎。曹操倒霉了。哦，这点倒板上来了。是啊，是这么唱。怎么唱？不善叫下火焰飘。嗯，报着令旗。对。扛起来，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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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。满阴将官陈英豪，老夫新兵把仇报，要那黄忠老儿曹，吓得马啊来了，我就上山道。嗯，下马上山。本儿本儿。嗯，扛起来，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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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这几步真漂亮，啊，好看。看你后边这个蟒得甩起来，哦，得甩啊，嗯，我走这两下，你这甩起来了吗？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。没听说过，嗯，往桌子上一站，哎，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，是什么了？是个山。哦，就是山。哎，唱这最末一句，血汗心九里山。八令旗摇，嗯，这边摇两下，哎，他冲右边这摇，嗯，他这重心在左腿上，对，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，哦，整踩在白薯上，啊，他也不知道，他往左边一转身呢，嗯，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，哎，刚要晃这个令旗儿，日啪。掉下来，你说，踩底听戏的，哇，一个场笑。那有不场笑的？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，嗯，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，是啊，逃啊，通逃。你看，这下坏了。那是啊，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，嗯，一听道好了，谁敢出去啊？是啊，你出去回头这道好算谁的？说的是呢。曹操这阵着急了，嗯，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？他也纳闷，我唱三十多年没掉下来过，是啊，
这会怎么会掉下来呢？嗯，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鼠，他看不见呢。嗯，他想我还得上去啊，还得上来。我不在山上，我怎么指挥呀？对呀，没词儿了。你怎么着？想词儿啊？啊，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。哦，这是怎么意思？叫乱锤。哦。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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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摸屁股，台底看戏的还纳闷儿，嗯，把屁股摔得够呛，对，可以，直摸，嗯，他就在这功夫啊，临时抓了四句词儿，啊，一叫板，嘿，叫板。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，今日上山好奇怪。他往后一指那桌子，嗯，他把老夫摔下来，二次再把山倒上，嗯，扛起来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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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起来，摔得够劲儿，嗯，是够劲儿。扛嘞扛嘞起嘞扛，往桌上一站，老夫看你还摔不摔？嗯嗯，哎，这是怎么意思啊？他瞧见那白鼠了。嗨、啊。